觉得首先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吧，许昕，我们一起配合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我也进步了很多，我觉得在他身上也学了很多，他也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们一起走过了这可以说是从2019年世锦赛吧，2年多的这个备战确实挺艰苦的，然后我们也一起经历了成功，然后也一起承受了失败，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还是挺难忘的。但我觉得就是最后一个全运会的比赛吧，可能也是为我们画上一个句号。我觉得能够在许昕的带领下能够获得我第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当然可能前面有一些失败吧，但是我相信未来我觉得肯定还会有更多年轻的运动员涌现出来，我觉得会帮助我们实现未完成的这些梦想吧。谢谢。刘胜说他从我这儿学到了很多，其实他的付出和他承受的一些你们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东西，确实我觉得换成我也不一定能承受得住，尤其是在奥运会前敢于去做这个手术。首先我从来没有开过刀，从出生到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手术，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但是他能够从这样一个受伤能够再站起来，我觉得是给整个乒乓球队也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也同样他给他的粉丝也带来了很多力量吧。其实从成功失败，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我也去思考过一些。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都是想着去赢，想着去拿冠军。但是呢，人生肯定不是完美的。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磨难、困难。经历完了以后，怎么样能够让自己重新站起来？就像我们之前奥运会也有失利，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确实经历了很多，自己可能也是觉得过不去，但是我们在全运会中还是重新站了起来，也是想给这些球迷也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希望他们遇到困难以后也要学习像乒乓球队这些队员。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但是失败了以后，大家怎么样迅速能够站起来，能够面对困难，勇敢去面对这个所有的不好的一些因素，能够最终还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光是我们，我相信乒乓球队所有的一些优秀的队员能够打到世界冠军，他们一定有跟我们一样的这个目标和遇到困难时候怎么样摆脱的这样的能力。第一个我就是说这一届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届全运会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就是想完全放下球拍的这个想法。我想未来不管我是以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身份吧，但我觉得我还是会就是还会继续我的乒乓生涯吧。对，然后其实还是很热爱这个赛场，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感觉在球场上更能找到自己，然后也很享受这个球场。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中国确实年轻的这个运动员尤其是女队涌现的特别快，然后我觉得未来女队应该还是会一直延续现在的这些辉煌。
啊，当然我希望自己未来还能够输送自己的这个贡献和价值吧。然后我觉得球队需要我做什么，我觉得我都是觉得会就是心甘情愿吧。对，我觉得能够在国家队待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也是我的荣幸。问我们两个人的吗？还是我一个人就行？你们两个。经历了什么？经历什么肯定是你们看不到的，但是我们要表现出来就是经历过挫折，经历过失利，我们怎么样去站起来？我们要展现出的是正能量，向上积极的一个价值观。我们不仅是要赢取后面的比赛，也要给所有喜欢我们的人树立一个更好的价值观，让大家知道中国乒乓球队的传统。每一代都会这么强。是吧？我忘了。我觉得，确实这个失利是非常难过吧，尤其在奥运会这种赛场。但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中国所有的这些观众和球迷吧。我觉得确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觉得得到了大家的这么。得到了大家的包容吧，然后再重新回到赛场，依然有这么多的人，为我们加油，为我们喝彩。我觉得确实也觉得，怎么说呢，还是很感动。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再站在球场的时候，还是能够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不辜负这么多为我们加油的球迷和观众吧。你那开着呢，你确实，我觉得第六局7-0领先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已经差不多要赢得比赛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对手确实是，很顽强。然后，基本上最后对方这个男孩吧，就是基本上都是搏杀的很凶，然后。持续的给我们这样去加压，然后那些球都打得很漂亮，对，然后就是赛场也就是这样，就是它会瞬息万变，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想控制比赛节奏，包括一直被对手逼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一直在教练许昕就说咬，对，就是我们还是坚定的相信自己吧，因为比赛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最后就是心跳的这么两分。对，就坚定的去相信自己，就是赢，没有那么容易能赢得下来的比赛。我不知道怎么回应，肯定是有比较强的配对，像女队孙颖莎、王曼玉，跟王楚钦的这个配合也是拿过，在国内外也是拿过很好的很好的成绩，只是现在男队的左手相对的要少一些，配合上可能都是以两个右手，就是两个右手呢也是可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整体的全面性不如一左一右。但恰巧女队的这几个年轻的队员都是右手横排，所以男队肯定也要重新去培养一些。专门是去打混双的一些选手，包括想去竞争单打，但是不一定能够竞争上，那有可能，这些队员就是要去思考了，怎么样才能够先参加到世锦赛？因为所有人都想参加男单、女单的比赛，但是位置就是那几个，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先要通过大赛。然后先要去感受大赛，然后才能慢慢去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年轻队员的这些想法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年轻的几个主力还是可以的。这个咋都回应说得好啊，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们确实混双配了很长时间，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印象和对我们的喜爱，尤其是在混双这个项目里，确实比其他人要
多很多，这是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后续，我觉得也是有一些比赛我们可以去尝试继续去配，然后老是说退役退役的，反正我暂时还没去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续我们两个人都愿意去继续拿球拍打球，那可能还有更多的机会去配。我觉得首先还是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和喜爱，我觉得永不停播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我希望这个就是永不停播的这个能留在大家心里吧。